没太短吧？你在啃我吗？没短。没短。越短越短，越短越。吓着了，这个猪肉就不香的意思。老二的头发以前也长得很，他们头发长得快得很，小丫头的头发。你这个是吸的东西是吧？啊？是个电饭煲，是个那个什么充电宝是？我是用的它对齐了，就它把头发对齐了，你这边还有拉下来，它对齐了。真的很心疼哦。你会给他修吗？给他修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爸修修挺好的，因为我这方面我也不是高手。帮剪平。时间久了也修。你听过没有啊？不上厕所。你赶快呀！你要听呀！这个蜷起来了吧？这个中间蜷起来了。我把你这边过来点吧，再过来点，去，往这边斜过来点。这个角度脚把斜剪出来。弄弄，牙好扎住，对，牙好扎住，你用嘞，你搁这嚼了。